领导一直跟我谈话，说单位减员要并厂，当时我就表了态，但工人要替国家想，我不下岗谁下岗？下班，换掉腰长的衣裳，妻子在澳洲，我去喝几瓶啤酒。如此生活30年，直到大厦崩塌，云层深处的黑暗啊，淹没心底的景观。叫柜台，疯狂的人民商场，用一张假钞买一把假枪，包围他的生活，直到大厦崩塌，夜幕覆盖华北平原，忧伤浸透他的脸。大服装，乒乓少年的向往，沉默的注视，无法离开的教室，生活在街